全能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在你所定的日子主日早晨，众属你的儿女一同又可以来到你的面前，透过学习来敬拜你。主，因为你是那全知全能充满万有的，你的智慧高过诸天，主，我们就渴慕更多的透过学习来认识你，透过你自己在几千年前设立的忠心的仆人摩西，让我们从他的身上学到你对我们这个世代，对我们每一个属你的儿女有一些美好的计划跟祝福，帮助我们有柔软谦卑的心，能听的耳，主，让我们渴慕透过学习效法耶稣，成为你忠心跟随你的门徒。我们就恭敬的把以下时间交托，也求你保守还在路上弟兄姐妹的平安。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名求。Amen。 好，各位兄姐，感谢主。看到我的时候，要表示一个月快过了，三个传道轮流，所以轮到的时候就表示快一个月了哈。那好不容易我们可以来上摩西了，上次我的这个谎神哈，结果原本应该上次就上摩西，结果上成约伯。不过希望上次的约伯一样对兄姐有帮助，至少我就听到有兄姐说，哎，他上次去陪伴一个弟兄姐妹，就想到我上次讲的那个同理心啊，哦，那就是感谢神哦，万事互相效力。啊，今天我们就要来上摩西了。那个摩西上次有很多兄姐已经有做一些这个课前准备，也希望今天我的这个内容一样，可以给大家不同的帮助跟学习，透过教学相长，也让我自己很有收获与领会。那大家都拿到讲义了吗？有。好，那我们就从那个送给大家两节宝贵的经文，一节新约，一节旧约，透过这个经文也来帮助我们，可以更认识一个这位神中心的仆人摩西。我们一起来开口念这两节经文，先念民数记十二章的第三节，来，请。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好，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五节，请。摩西为人在神的全家诚然敬重，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好，弟兄姐妹，我在想的时候，我也在想，如果我们讲整个圣经最重要的一个人物是耶稣嘛，对不对？那当然耶稣是新约时代，也整个圣经神最奥秘就是让我们知道耶稣就是那我们的救世主。那如果旧约最重要的人物，你会想到谁？摩西。摩西为什么？因以色列人出埃及。啊，出埃及，弟兄姐俩带他出埃及。那约书亚带人进迦南地，他不重要的，没有，没有了，真的很重要。颁布律法。哦，颁布律法。旧约呢？这个约是谁颁布的？神透过摩西。新约是谁？耶稣。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把这两个人物有一个清楚的了解，你就知道为什么在新约要不断的提到摩西，摩西，摩西。我看新约大概提最多的旧约人物就是摩西了。为什么？因为新约是对谁传的？对世人，所有的人嘛。可是刚开始是怎么传出来的？透过旧约的犹太人嘛，对不对？耶稣他的十二门徒跟当时都是犹太人，就是以色列人，所以他们是在原本的宗教背景是单一神，独一神，就是犹太教的背景，开始传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呢，他们一定要去明白，帮助当时的人可以从旧约犹太教的单一的这个耶和华的这个律法，透过
颁布十诫，还有很多的律例、典章等等的，刻在石板上，变成刻在新板上。耶稣基督，哦，所以登山宝训啊，耶稣所有的教导，所以他们一定要在当中从哦，那古为新，摩西颁布的旧约，但是现在神已经让耶稣基督的新约成为所有我们现在跟随他的共同的约定。哦，所以为什么在新约当中，你看提到最多，动不动用摩西，哦，啊，新约第七十九次。哦 ，OK， 对，所以大家就明白摩西的重要的地位。哦，那摩西刚刚大家会想到有哪些重要的事情？刚刚丽珠姐已经讲了，哦，跟念念出埃及，哦，过红海。还有颁布律法，大家想到摩西还要想到哪些事情啊？颁布十诫 ，OK， 还有没有？会幕的建立，会幕透过他，神告诉他会幕要怎么建造，什么材料、尺寸，哦，那个什么方位、器具什么等等的，哦，还有没有？写明神救赎的计划跟目的。哦，有哪些具体的事情吗？他做了，他生平有哪些事迹？你会想到哪些？植栽，透过他，哦，举杖，铜蛇，哦，铜蛇，忘了他，忘了铜蛇就得救了。还有没有？击打磐石，哇，很好，结果神暴怒，哦，对，不能进迦南地了。OK， 还有没有？在埃及王中长大，哦，被长大埃及王子，所以我们想到很多事迹嘛，对不对？所以整个摩西五经我们讲的，可知摩西重要的地位。好，感谢神，我们今天就可以一起利用这时间，希望能短短的给大家对摩西的重要跟给我们的帮助有一些粗浅的认识。那大家有想过摩西这么重要，在旧约中这个地位功能性这么强，可是神为什么会拣选他？旧约有那么多人物啊，对不对？当然我不知道是不是了，但是我们可以一同来思想啊，哦，神为什么会拣选摩西，使用摩西？他有些什么特别？你觉得？年120岁，可以分为在公民里面的40，在旷野的40，在那一代，那一种经历，对，跟音乐。他的，你觉得你用你认识的摩西，他的为什么有这些特，有哪些特质，以至于神会选他？顺服啊，非常顺服啊，非常顺服。OK， 你看，为人极其谦和。你看圣经有这样讲吗？为人谦和。有这样形容过其他人吗？我看他除了耶稣之外，哦，哎，欸，这很重要哎，欸。为什么？各位，你想想看，当时要出埃及，以色列人的境况是怎样？做奴仆了。他们原本是怎样？原本是在这个迦南地，对不对？因为什么状况？因为饥荒嘛。所以雅各带了这个一家族70人到了埃及，结果约瑟变成宰相，对，法老之下就是他了。那结果神就大大的赐福埃及这个以色列人。所以你看，在出埃及记第一章，哇，那边的怎么描述呢？他就变成说，生以色列第七节，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哦，原本是埃及人的主场哎。哦，变成是这个，反而以色列人满了那地，哇！埃及人一定嘛不欢喜吼，哦。你家里头好好的来一个亲戚，啊，把你家变成把他你家变成他家了，哇！一定嘛不大欢喜哈。家就是我们。好，所以你可以感受到那个时代的背景，但是呢，那个代他讲说，约瑟那一代的人都死了，各位。一代哈，我刚才讲一代是20年还是40年？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可能有一个他们的共识了，但是已经几十年了，至少我们讲，对不对？等到摩西
被神使用的时候又几岁了？是被神使用八十岁。那你想想看，至少这样子已经多久了？以色列人在埃及已经多久了？三百年。三百多年。好，300多年，他跟神的关系你就会怎样？越来越疏远嘛。那如果那时候是一个像以利亚那样子这么激进的先知去，你觉得以色列人可能会听吗？不太会啊，有可能我们正常想啊，对不对？因为他想说跟神完全不认识，你来跟我讲拼了啊，对不？啊，所以摩西的谦和重不重要？他要去沟通协调，身段爱就嫩哎哈，要弯腰要能弯一点，所以我现在都腰常常要能够弯一下。哦，所以要让大家很有耐心的跟以色列人讲，哎，神要救赎他们。我在思想，所以他的个性很重要。哦，凶凶哎，可能就是被啪折断。哦，有可能啊，我是这样想。好，所以你就看到，而且呢，第二个经文，他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哎，神形容他是忠心的，而且他的身份是什么？仆人呢，对不对？他就是完完全全的是一个仆人，被神用。主人是谁？上帝嘛，对不对？那你知道仆人要所求于仆人的是他要他有什么忠心？所以你看神特地强调摩西，第一个他的身份是仆人，第二他的特质是什么？忠心。我后来去看哦，我们常讲摩西。但是圣经中用仆人摩西，前面加一个仆人，哦，在准备的时候一看，几次你知道吗？有没有注意到前面摩西常常加仆人，出现了37次，你就知道仆人在神的眼中，忠心的仆人是神多么纪念跟看重的，哦，好，所以神就使用了他这样的一个特质来服侍当时的整个以色列世代。如果假设神拣选我当时去服侍，我可能已经被石头打死了。好，所以我们就知道说，摩西可能神去拣选他，的确一定是有这些特质，特别被圣经中记载出来。好，那刚刚建杰有提到，摩西活了几岁？120。所以他圣经中很清楚的有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120除以3，大家复习一下数学，多少？40。所以每一个阶段是多少后细长你啦，哈，40年对以色列而言，40这个数字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数字。所以既然每一个阶段都是很完整，我相信神在他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个要很完整的功课或心意让摩西来学习。所以各位，我们就看到在整个的圣经记载，摩西他自己不会写他120年切分段嘛，对不对？哎，很特别，神居然在新约当中使徒行传透过司提反，司提反大家知道吗？最早被选出来7个那个管饭食的之一，有聪明的，对不对？圣灵充满的，好，居然透过司提反在这个被殉道前讲的那篇道，让我们看到摩西神怎么样带领使用摩西的一生，就是在使徒行传的第7章，哈，使徒行传的第7章的20节到44节，使徒行传第7章的20节到44节，哎，大家有圣经哈，好，在我们教会版本的第172页开始，新约的第172页，好，所以我们就很清楚了。刚刚很多兄弟也提到，摩西这个那时候生出来的时候是在埃及，然后被法老的女儿在尼罗河捡了，然后到这个宫中长大40年之后，打死一个人就去跑去米甸旷野去牧羊了。好，所以我们就从这3个阶段，我们一同来学习。哦，那20节到翻到了那个这个使徒行传第7章，哈，20节开始
到二十九节第一个阶段，埃及王子很有意思。后来的人在看说，他三个阶段，摩西有不同的功课。第一个阶段，他说我能，为什么他能？因为他是王子。因为他是王子嘛，王子很大呢，一人之上怎样？万人之下，而且万人之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佛陀啊！对呀，他刚刚都相反。我头脑讲唔对，你看，马有尸体呀、啊，人有尸足，还讲不出话是很正常的，吃东西咬到舌头是正常的，好不好？OK， 我们就来想，哎，王子很大呢。最近一个国际新闻，大家有敢注意到不？什么新闻？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王子穆罕默德啊，干了一件什么事？杀人，把一个记者分尸、欸，把一个记者分尸。那个记者是怎样？哎、欸，土耳其的嘛，对不对？专、门在骂他啦，更小登登上去，更小登上去，听有了不？啊、哦，已经厚脸皮到这种程度了。好，所以各位，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阶段。我是王子，我觉得我什么事情不能，对不对？所以我们看摩西第一个阶段，他说我能。好、哦，我们来一起来念一下二十节到二十九节。来，各位兄姐，来，请。那时摩西生下来，却没被埋，在他在西亚的路上的三年，他被救起的时候。好，各位兄弟、欸、其实我们看到，当然这个在出埃及记有记载了，但是有一些特质、哦、一些细项的内容，反而神透过这个尸体板去记载下来、哦、我刚刚讲埃及王子我能、欸、有的王子 也不一定像摩西这么威呢、哦、你看到二十节他讲生下来俊美非凡、哦、人生胜利组，对不对？可能是现在我们讲的高富帅富二代，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富二代加官二代加王二代，好不好？ OK， 还有呢，二十二节学了一切的学问哦，哦，不是这个叫什么饭桶哦，只会虚有其表哦，不是哦，哦，真的有内涵哦，有东西，肚子里有东西，说话行事都有才能哦，真正有才调的哦，哦，所以你看，内外兼具，在这个如果在这个时代，会怎样？他觉得对呀、啊，我还有什么不行的？我老爸就是国王，我又有学问，我谁料都赢到，所以我能哦，在世界当中，他这个当然会以世上的一切人家称羡的或觉得必要重要的，所以他有一切的能力成就，以至于他也凭着血气行事、哦、那你看很有趣，各位我们试想，摩西怎么长大的？在哪里长大的？可是他是怎么长大的？谁把他带大的？他妈妈，他妈妈那时候身份是什么？母后。他妈妈的奶妈呢？乳母啊，就是我们起码讲奶妈呢。哦，所以很特别，神带领摩西进王宫，可是却用他妈妈生的亲生妈妈的奶把他喂大的。各位，你知道在以色列人他们是什么家族、什么体系？父系还是母系？母系。上次那个谁哪个老师有讲，他的信仰是跟着妈妈的。
那我们可以试想，摩西从小在这边，妈妈抱着他给他喂奶的时候，慢慢长大了，都因妈妈在带的时候，我说母语重要嘛，对不对？我们最近在讲母语，那你想想看，妈妈教母语之外，会不会把他妈妈的信仰，从小开始影响？所以，他可能我们可以合理的预估判断他对耶和华是认识的，而且特别是以前是不断的口传。可是你看，对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生在这个以色列家族长大不一定就是跟忠心的跟随耶和华，生在基督教家庭。长大嘞，一样啊，对不对？不一定忠心爱主哦。我们可以看到很现实的一个情况，但是没关系哦。如果我们没有盼望，就不用继续看下去了。正因为我们有盼望，我们就可以从第一个阶段看到他的一个背景哦。好，那也提醒我们更要看重小孩子的信仰哦。我每次就跟我家的小孩讲。你最重要一辈子最重要的身份是什么？你知道吗？你是神的儿女，这是他们我一直告诉他们一辈子最重要的身份。哦，我们要让我们的下一代知道，他最重要的不是功课多好，不是赚多少钱，他最重要的是他是神的儿女。哦，所以这是从摩西你看第一个阶段。很可惜，好，埃及王子我呢？好，第二阶段旷野牧羊啊，是不是？所以我们就知道，哇，他这边讲了，他打死埃及人，就寄居于米甸，在那里生了两个儿子。好，各位，旷野牧羊，我后面写，原本我能变成什么？我不能。他在那边是不是王子了？是牧羊人。对，牧羊人要每天穿的爬哩爬哩吗？你满肚子学问才能，你要跟谁讲？跟羊讲吗？你可以跟羊讲，羊的回应是什么？咩。你讲再多，羊的回应还是一样咩。他只在乎你要不要带他去吃饱而已。大家有喂过羊就知道，他那个肚子好像永远不会饱一样。好，所以接着第二阶段，在这个所谓的示例版，从30节写到35节，来，我们来念一下。过了40年，在那时才有这么多有位年轻人，我们想过去做这样的事情，我直接接到这样的事情，关键的时候，对对对，你说，我刚才看到了。第一个阶段，我们看到他讲说他活了40年嘛，对不对？第二个阶段，他这边讲又过了40年，哦。但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你看，这是摩西他那个中古世纪画的一个天使跟他显现，在荆棘有没有？这个火从荆棘冒出来，哦，这画当时。摩西的一个状况，你有兴趣你可以去哇，摩西吓坏的时候还要捂住，因为那时候不敢直接看神，那时候好，所以各位你看，我们就来看，也是我印给你们的这个地图有没有？摩西最早在埃及，对不对？后来他跑到哪里？米甸在哪里？各位看到地图没？你的右下角。他生命中人生第一个40年，在你的左上角、左中啦，埃及有没有？
第二个阶段的四十年来跑到米甸旷野，哇，这个很远呢，去过那个圣地之旅的谁？哦，现在大概这样，你们有去埃及吗？我们有。那有去米甸吗？没有。但是你们有去何烈山，对不对？新两山。好、哦，那这样子多久多远？半天的时间啊。车开车啊？对啊。哇，你开半天，你至少要四五百公里呢。这么快？四五百公里要哦。好了，那假设就是从这边到这边，整个这个基隆到。鹅銮鼻、哦、鼻头角到鹅銮鼻，好不好？两个灯塔的距离、哦、那差不多四五百公里，猜啦，我预估这样子。所以你看摩西完全离开了他长大的宫廷四十年，四十到八十，如果我们想是人生最怎样，黄金都成熟了，对不对？这个汤都熬到更最够味、哦、成那个味道都出来了，原汁原味。结果每天对着羊妹妹，各位，你觉得四十年摩西在米甸的旷野中，他除了放羊，他在想什么？他会不会心里头有很多 OS？ 会啊。好，有你告诉你在那边四十年，你也行的。为什么我这么辛苦？为什么我变苏武是不是？为什么充满了疑问，对不对？还有嘞？都会有埋怨，埋怨，哦，你讲假负面呢，是不是？埋怨，在那种旷野无人的地方，对啦，啊，除了埋怨，在后来呢，埋怨久了会可能会怎样？失去斗志，想什么？想有机会可以哇，东山再起，重出江湖，一统天下。他觉得他自己该退休了吧？该退休了，还有没有？哎，你一个人安静沉淀的时候，你再怎么埋怨，你会不会有一些？我为什么会到今天？我从一个王子为什么会变成在这边一个牧羊？会不会有很多说？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我今天何至于沦落于此？我当初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事情？各位，四十年你不会想一下这个？对，会。会吧？嗯。所以刚刚我们讲，他讲说，哎，我原本我是什么都能呢，我现在我什么都不能。这生命这么大的，从云端跌到地狱谷底，会不会有很多的时候会想啊？我当时如果怎样，早知道有欧雅，对不对？我那时候如果没有那么骄傲，我那时候没有那么冲动，把那个埃及人打死，哇！我现在依然可以在皇宫做的王子，很有可能啊，是。然后到那时候的时候，所以生命中我有写嘛，共同宝贵的旷野经历。各位啊，我们人生在座包括我们自己，我们如果我们生命中没有这样的沉淀、反思、反省，甚至悔改，那神来找我们的时候，你觉得我们会谦卑吗？我们会不会跟很多我们邀请的慕道朋友或我们的家人一样？我觉得时候还没到。为什么？因为还没有痛，还没有这个懊悔，还没有真实的悔改，所以觉得还好啊。二十八年的时候，神来找摩西，摩西也敢应的，可能不会，哦，三十五年呢，可能也不会，所以事实是一个完整 ，ready 好了，完全谦卑被破碎的时候，哎，不是光摩西而已。我最近虽然圣经中没有去针对这一部分很多的琢磨，但是我们去回想生命，不是你如果没有经过一个旷野，旷野是什么？一毛。什么寸草不生，寸草不生啊，鸟不生蛋，荒烟蔓草。我知道你看过那个旷野嘛、哦、以色列照片大家看过，一望无际，没有生机器，这个生命力，你就觉得哇，我干脆死了算了。神让旷野做了很多重要的事情，
很多神使用的人都经过生命中的旷野，所以你看摩西四十年，还有谁？同样的这样的处境。那个大卫四十。大卫亚杜兰洞。哦，还有以利亚，一直走到最后俄烈山的洞里头，对不对？这四十天他一个人在旷野，神派天使来喂他呢，没有一个人呢。还有嘞，哎，各位我们很爱的 Mr. Paul， 保罗他怎么样？再怎样？大马士革被光照眼睛瞎了，什么都看不见，看不见你约他在干嘛？一定也在反省懊悔啊，对不对？你看各位，我们随便讲了，耶稣有没有经历过旷野？有。刚出道，圣灵受了洗，第一件事情是干嘛？旷野，瓦布，四十天禁食。你看。当然耶稣是没有罪，他预备他自己的，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旷野是对一个人生命多重要。因为我们当然不是耶稣，可是我们如果没有真的经历过旷野啊，为什么我现在会这样子呢？为什么我们的生命会这么多没有盼望，没有力量，很多的懊悔？哎，那神的救恩临到，我们也觉得不以为意啊，我没需要，说实在不够痛，不够谦卑啦，够紧张而已。那你看，那就是只有真正的破碎，所以神预备他好。所以你看，神就临到他嘛。但是呢，很多时候世界都忽略了这段时间的养成跟预备多重要。哦，你真的经历过旷野，你生命的那种厚度，那种属灵的信心是非常不同的。哦，所以这边圣经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摩西已经确实的被神预备好了，完全的谦卑，他知道啊，我不能，原来我不能，哦。所以以至于他神预备了他进入第三阶段，就是第三阶段变成身份，从埃及王子变成什么？埃及王子变牧羊童，最后变成神的仆人。神的仆人会不会还看自己？哇，你看我哇高，不会。所以第三个阶段变成从我不能，知道自己真的不能，但是开始发现原来怎样神能啊，只有神能。所以你看他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能，第二阶段哇我不能，第三个阶段预备好了，完全谦卑了，神告诉他好，我要使用你了。好，他也知道原来不是我自己，而是神能。好，所以我们来看三十六节到四十四节，来请。这人百姓出来，在埃及，在红海，在旷野，他们四十天吃的是神的七经。那神对以色列人说：“你要让我的弟兄们听你的信息，为这些事向我祷告，就是这位不畏苦的神，曾在旷野里面与我们同行，向我们展开慈爱，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又进入我们居住的城寨，并且接受我们。”我们的宗宗不肯听从，充满气绝他，心里就会下埃及，对亚伯说：“一切为我造些宝座架，在我面前面引路，因为领我出埃及地的那个人，心里不知道他遭了。”
所以兄姐，我们看到哈、第三个阶段，神就找他回到埃及，他出生的地方，要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这边。哦，地图你看到没？变成到你的右上角了。迦南地应许之地。所以这边这样很近，对不对？但是为什么没有这么近？这边你们走也是超过半天吧？也是四五百公里的路程。可为什么四五百公里？就算你走，环台走四五百公里，大概几天也好，预估可能那时候差不多走半个月就到了。那为什么走了40年？圣经中有答案。为什么神没有让他们走这边？啊？对，为什么？他有讲，圣经有讲原因哦。因为他们这个环北的心没有事实，被埃及的一切的环北的心，不是因为有生有意识的，对，还有啦，还有几个原因啦，那所以他们就一走，这样子就走了40年，在旷野，变成来这边，这个旷野在这边啦、主要都是在这一区的、然后到了后来带到这边的时候，就是那个最后生命记的时候，然后那个就约书亚从这边过约旦河就进迦南地了所以整个摩西五经的今天约书亚记大概是这边那我们就来看，刚我讲了嘛，后来40年，当他觉得变成神人的时候。这40年有顺利吗？摩西没有。为什么没顺利？真的，你看39节，我们的祖宗不肯听从，弃绝他。摩西是被神用的，神使用他，但是等于是神的代言人。可他在那个所有以色列人的身份是怎样？领袖嘛，领导嘛，对不对？领导有没有工作要做？领导工作，摩西要干嘛？要干嘛？200多万人要干嘛？管理啊，治理啊，对，他的最重要给他的任务是什么？出埃及嘛，带我的百姓出埃及。出埃及要去哪里？迦南地，从 A 到 B， 对不对？如果继续留在 A。摩西有没有要不要使用摩西？不要，用不到，那继续 A 就好了、他在埃及吃大锅汤啊，对不对？吃肉啊。所以领导的功用就是从 A 到 B， 从意向到应许。神在这个刚刚讲的嘛，让他看到一个意向，告诉他说，所以你要带领我的百姓。那个 Let my people go， 让我的百姓出去到迦南地。所以我们要知道，在座我们有很多领袖，甚至将来会成为领袖。神给我们的使命意向，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要把他的子民从原本不认识神，我们属世成为罪的奴仆、魔鬼的儿女，变成什么属神的儿女、忠心的门徒。所以我们领袖就是要知道我们要做这样的事情把他从外邦，你不要觉得哇，一受洗原本是一个魔鬼的儿女，一受洗变成这个神的儿女，哇，好天使的面孔，哇，圣灵充满，有可能吗？不可能啊。所以他要经过这样的一个时间，相对的我们领袖也是这样，从属世迷失变成主中心的门徒，在我们这时代，领袖一样要做这样的事情。那刚刚讲领导嘛，可是领导在这个世界的领导是怎样？我们在对岸听到领导会怎样？立正手贴好，哇，为什么？要不然你就可能被查水表，被请去喝咖啡，好，所以那时候世界的领导都是哇，我管有爱听阿哇哎。可是我们刚刚摩西的神在摩西面前前面加什么字？仆人。我们属神的领导是要仆人领袖
是用我们的服事，用我们愿意去舍己。所以他说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是意思叫我们天天舍己，学耶稣基督舍己的样子去爱人。而我们属神的领袖是要做仆人的，各位弟兄姐妹，哦，所以你看仆人才能够焚而不毁。刚刚讲这就是长老会，大家知道吗？对，你要知道它中间这是什么，就是那个荆棘跟火燃烧。哦，那正因为一个领袖神要让他看到焚而不毁的意象，是一个要托付给他，告诉摩西我们要怎么做。所以我们看在出埃及记的第三章的1-12节，摩西自己在出埃及记，我们翻回来，就是说那时候神透过他看到焚而不毁的异象的时候，让我们知道神是在全家敬中的，为人极其谦和，这些特质在领袖身上可以怎么样使用出来，我们一起可以来学习。所以说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属灵侍奉的一个雏形意象。神让他看到摩西嘛，焚而不毁。那焚是什么意思？焚烧，燃烧嘛。燃烧的通常就是会怎样？烧完就怎样？没了嘛。但是烧是愿意我们自己被燃烧，对不对？我们自己燃烧的意思就是什么？我们舍己嘛。舍己，可是你不要认为哇，那我烧完了我就没有了，不是哦，不毁还在呢，荆棘一直还在呢。所以让我们去舍己的时候，其实我们没有不在，反而怎样？更被神看为贵重的器皿，更为宝贵。我们并没有就像世界一样追逐就没了，哦，所以各位，我们的意象，神教导我们或期望我们也是一样去舍己，像摩西一样。所以你看摩西他自己就是不断不断的去被神用，然后哇，任劳任怨，以色列那么悖逆，他还帮以色列人求情，有没有？哦，神啊，你不要，你自己是照你自己的这个所讲出来的话，不要变成外邦人笑我们，说啊，你的神怎样怎样，还以色列这人这么坏，他还是愿意去舍己去爱他们。好，哦，第二个圣洁，异象呢？其实你说什么是异象？就是神特别把我们觉得那是放在我们身上的，我们看到一个需要，或觉得哎，我很想在这事情上面好像被神使用，或有一个责任，一个使命感，哦，那这就是这每一个人的意向不同啦，但是我们可以去想神放在我们身上特别的一个负担是什么，我们就可以一起来被神使用，哦，那圣洁，刚刚我们讲神告诉摩西讲说什么，脱上你的鞋，为什么？因为你是所站的是圣，神是不断的跟我们启示他是圣洁的。在新约讲，人不圣洁，没有人能见主的面。哦，那当然啦，因为那时候这个鞋接着泥土啊，不是柏油路，总是比较脏嘛，所以脱下鞋，我相信这是一个象征性的意义，表示说我们是要很战兢的，很战战兢兢，很戒慎恐惧的去强调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要跟他一样圣洁。那神就透过这样提醒我们，那他神另外强调什么？你这样子我才，如果你看出埃及记的3:12，他说神说什么？我必与你同在。当神在这个第5节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哦，所以当讲完之后，圣洁才能被神用，哦，
所以当他被神用，神说好，结果你去怎么样领埃及人出来，你都不用怕，只要我们是圣洁的，神就会一直跟我们同在，弟兄姐妹。所以我们格外要看重我们自己生命中的是不是圣洁。圣洁是什么？就是神所强调一切的教导，神本身就是圣洁的，我们照着他的教导，照着他话语行，神就跟我们同在。所以我们不断的讲说，哎，大家要看重自己的生命有没有照圣经的教导，如果没有你就不要奇怪，哎，为什么神你的应许，你的承诺我完全都没看到，对不对？一点都不要以为稀奇，因为我们自己没有照神期望的，好像脱下脚上的鞋来，意思是什么？把我们身上污秽的、不洁净的彻底的拿掉，不合神的心意，神没有办法跟我们同在。哎，我看很有意思呢，神的确都是先应许呢，他定义就让我们知道他本意就是要祝福我们。他去找亚伯拉罕来的时候，他说什么？我要把你的后代多如繁星，什么？我要把这个迦南地赐给你。他都先讲应许，哎，你不会把这个拿掉？对吧？我不喜欢看到基督教长老。哦好好好，那我们换一个。哦，我只是说这个，让他们看一下，说这个门而不轨，有人不知道那是什么啦。OK， 好，谢谢，谢谢段老师，我们是圣教会。好 ，OK， 所以我刚刚讲说那个以色列。讲到哪边了？亚伯拉罕的应许啊！哦，应许，对，我们基督徒，神要给我们的应许都是真的。我刚刚讲，你看，神也是说，跟亚伯拉罕去看创世，一开始说我要给你祝福，哦，可是祝福完了，他说，但是你要怎样？他后面会讲，不是只有对，不要讲条件啦。约嘛，哎，约嘛，好不好？所以神就会说，哎，所以你要遵守我的话语，等等等等。你看，摩西也是，让带你去迦南地，可是你只要这样啊，这些条件不是限制，是保护，是出于爱。新约也是一样啊，耶稣说我要叫羊得生，我要让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可是我们遵守他的话语，就可以有真正的生命。对不对？好，所以神真的给的就是祝福，但是我们就是要确保我们在圣洁，他才会跟我们同在。哦，好，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也能够像摩西一样，哦，马上就回应神，战战兢兢的去服侍神，神就难怪神会这么样重用摩西。好，第三个，摩西的团队，哦，我觉得这是一个让我们看到，特别是现代教会。团队侍奉的一个雏形重要性，哦，属事的人都通常都怎样？不可以跟我有平起平坐，或者是在我身边。你看以前的君王都是一个人，对不对？普天之下，唯我独尊，什么君？都是黄土啊，什么之类的，就是都是我的，对不对？对啊，欸，我昨天看那个新闻啊，那个沙特阿拉伯那个王子啊，穆罕默德，他有几百个兄弟，你知道吗？他的王子身份有几百个，欸，他一上来，他要先。铲除异己，他把他所有的那些用一个名目把这些人抓来，在五星级饭店给他们软禁，欸，除非你效忠，要不然不能出去就关在那边。然后他又后来上任之后就整肃，用贪抓贪的，跟对岸现在也这样子嘛，哦，用整肃抓贪的名义把杀了几百个他的王子，他的兄弟，就是对，就兄弟要铲除异己。所以你看以前的领袖就是我。生怕权力外放，但是你看摩西人不同，欸，他身边永远有一群他的这个就是同工，从一开始在这个哪边
出埃及记十七章八到十三节，我们第一次就看到所以我们被神使用，有机会服侍成为领用，我们要知道不是我们比较能，不是靠我们单打独斗，各位摩利做个做了这个会变成作威作福，不是做牛做马了，现在的流行。所以你看十七章摩西那时候到第八节到十三节，我们就看到他那时候在去打亚玛力人，他是一个人去打吗？他是那时候身边有哪些人？亚伦、户尔、构像、约书亚。你看，他就知道神一个知道神能不是我自己的能的人，一定就是知道是我需要同工，我需要团队，因为大家都一起来服侍神，一起这个神给教会，无论你说四重五重职事啦，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教师，为要怎样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所以要知道我们是同工，不是靠我自己挖瓦高，哇，你会死得很难看。你看摩西第一次出战去打亚玛利人，结果就打胜仗，而他没有亲自他跳下去打，他叫谁去打？约书亚。啊，亚伦是他哥哥啊，布尔，你看扶持他，哎，常常哎，就停起来，停起来，就搞搞，压起来，对不对？你看，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有人在山上扶手，摩西在那边举杖，啊，约书亚在下面，哇，好有力量，看到杖，哇，知道神刚才那个同工画面，你觉得美不美？很美，对不对？所以我们也不断的希望我们教会是怎样团队侍奉，所以我们鼓励大家可以一起加入服侍的团队，所以我们不断的跟我们的敬爱的执事团队，还有为各位做牛做马的小组长同工们说，哎，我们是一起的，我们不是来作威作福的，大家说对不对？邀请大家一起来加入服侍的团队，好，所以各位这是 很宝贵，而且你也看到透过团队服侍这整个侍奉美好的传承，摩西就带出谁来？约书亚，对不对？你看薪火相传，神透过我们的服侍，越多人越来看到，哇，被神使用团队服侍，哇，多美好，哇，我给他嘞，就吸引更多人，你看约书亚就出来了，对不对？加勒也来了，那我们也知道，我们在教会当中也是一样啊。透过各位我们每一个人的团队服侍，你小组当中就有更多的弟兄姐妹，哇，那往后嘞，世界就是怎样，你争我夺，踩着人家肩膀往上爬，一将成名怎样？万古枯啊！你死活关我啥事？你死了我才能。爬上去，我们不是的，我们是来卡拉啥来，可以洗脚，对不对？嘘寒问暖一下，关心，你有什么需要，帮你祷告，这就是我们属神的爱跟世界的不同，所以我们要用心的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打造出团队侍奉服侍的美好的榜样，那接下来呢？哇，四十年刚刚讲了，我们就不多述。大家你去看摩西五经，你就知道摩西瓦干扣嘞。我想要是我已经气到脑中风、心血管疾病了。如果那时候我去当领袖的话，我每次看到各位我们教会的兄弟，我都尴尬，我多么大的恩典，各位兄弟瓦高追、瓦高嘞，多么支持照顾我们哦。我摩西我真的可能死了十次八次了，所以。摩西真的服侍很辛苦，刚刚还讲了，那个圆圆姐还讲，气到自己这么为人谦和，胜过世上所有人，在全家尽忠这么忠心的人，最后还是记在北掉。以色列够得欢啊，结果神吩咐
叫他跟他讲，好，凡事就是第一次是急嘛，第二次急以色列人还不够，神就说好，你去吩咐，吩咐是叫命令啊，哎，我讲话，你刚出水，我对石头讲话，要石头出水，这真的是，哇，已经以色列人这么坏了，这么可恶，那边乱，神要吩咐你去吩咐，用命令水石头出水，啊，摩西，气昏，就是那一次。击打磐石，神依然让他出水，可是神说，因为你没有听我的话，结果他的结局是什么？不能进迦南地。所以各位，贝尔，我们敬爱的摩西就死在尼波山上，远远的遥望迦南地。神也是很有意思哈，看得到，吃不到。如果你要看得到吃不到，还是连看都不要看到，那心里你被都觉得买好了，你快点不要消极。啊，所以你看，神最后还是让他在尼波山上可以看到神所有要应许他的。哎，各位，但是我刚刚讲生命终局，可是神的应许绝不落空。我们常常有时候讲说，哎，神啊，我为你摆上一切，虽然说我还是碰到，我们上次上约伯有没有？哦，还是有一些事情不顺遂。各位啊，我们要相信神是信实的，人会说谎，神绝不说谎，他所说的绝不落空。这就是我们盼望的一个确据，就是神把他信心的恩典赏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能相信，各位不要觉得是我信心比较大，你去看哥林多前书，信心是恩赐呢，哦，所以我们要感谢神，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还能够相信他的应许，他给我们的盼望绝不落空。所以我这边讲，神永远看顾他的仆人，神看顾保护一切爱他的人，即便我们现在眼前有一些不顺遂，让我们灰心负面挫折的事情，但是我们绝对要相信，就好像你能想到摩西在那时候在埃及宫中匪类这样子败坏骄傲的一个人，可能都已经染上埃及外邦神的一些恶习，甚至杀死杀人犯，最后变成一个这样子全家尽忠、为人极其谦和的一个人吗？所以我们的服事是一辈子，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一辈子的，但是我们要知道，一辈子当中就是会有征战啊。你的四十年当中，摩西这四十年，我们刚刚讲的狗屁叨叨事情还有少的吗？没有哦。你能想到，你能不能想到的，他都碰到了。啊，好好的上去，这个加西乃山，神去跟他四十天颁布律法，哇哇嘿嘞，结果是落来安怎？金牛主就来了，迎接的等着他，哇，是安怎？亚伦，我大家大兄，你是给我扯后腿，冲康，各位啊，所以真的各种状况都不稀奇啊。啊，自己身边的人扯后腿更闷呐、啊。神给他权柄，结果亚伦跟米利暗说你娶外邦女人。对不对？又来说不服权柄，各种状况没有少过。可拉一党也来给他那个呛赌啊，对不对？跟他来呛虾呢。我不觉得你神权柄是给你，为什么不是我？对不对？你看各式各样状况，弟兄姐妹。但是呢，最后整整神的忠心的仆人服侍了四十年，看似落在尼波山死了，郁郁而终啊！我们看到的是这样，我们看到的是最后神好像利用他一样，也没有让他带他进迦南地，他自己也没进去。我们用世人的眼光，用这世界的价值观，我们常常看到的都是表面的，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思想天上的事，我们就专门看地上的事。事实上啊，就是这样的。
基督徒没有比较好，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用属神的眼光思想天上的事，那才是我们在意的。如果我们知道那将来极大无比的荣耀，我们没有盼望，没有信心看到，我们就没有办法忍受在世上极战极期的苦楚。你没有办法知道天上极大无比的荣耀，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忍受世上极战自战自清的苦楚。弟兄姐妹，他120岁死在尼泊山，可是我们在福音书四本福音书当中有三本，我们所谓福类福音、对观福音，就是哪三本？马太、马可、路加，哦，常常来给你们复习一下哦。这三本我们都不约而同看到有一次很重要的事件，什么事件？那个变相山。登山变相。耶稣，神亲自让耶稣跟谁？摩西还有谁？以利亚。那时候我们不能想象，但是我们知道，不能想象摩西是用什么样的样式形体出现，但是我们确定那就是摩西。登山变相，所以那一次极重要的事件，耶稣要准备去殉道前，好，让他这个彼得、雅各、约翰三个人，然后彼得不知所措，说什么？夫子啊，我们在这里正好说，我要筑三个棚子。好，各位，我们现在来看哦，登山变相的地方，如果我们看，大概是在耶稣显现是在黑门山这一带哦，各位，黑门山这一带，耶稣登山变相，那摩西有没有在场？有在场哦，这是一个什么样意义？各位，你看得到这是什么？这整个黄色都是应许地哦。至少我们现在福音书记载，让我们知道摩西最后有没有到应许地？有。各位，他在黑门山，这是神当初应许整个迦南地的范围。虽然他死在这边，这边吧，我看一下，你看，尼泊山是在这个死海这边，好，这加利利海，好，我们来看死海，沿海，所以在这个地方，对不对？在上面一点，这边 ，OK， 你看他虽然死在这边，耶利哥在这边，对不对？好，他死在这边没有进迦南地，可是最后我们却看到，在福音书清楚的告诉我们，摩西最后因着耶稣基督，他也在应许之地。所以，刚想到这边，各位有没有很安慰？有没有很鼓励？神的信实，神的应许，绝不落空。所以今天我们世上所有一切的苦难、灰心，让我们沮丧的，包括甚至我们讲，我们的孩子可能现在没有来教会，曾经在教会当中，现在在世界当中，可是摩西以前是不是也是这样子？我们要不要失了我们的盼望？不要。我们的家人可能还不信主，或是还在，虽然信主还在世界当中，这个叫浮沉，我们要不要失了我们的盼望？不要。因为神也让我们看到摩西在旷野当中这40年的预备，他也在沉沉浮浮的，他也在自己跟神在预备，被神预备或使用，我们都不晓得，但是我们存着一个盼望，神应许我们的他必成就。所以我们学习的重点，也希望我们能够用永生属灵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的生命跟神的关系。因为神透过摩西120年的岁月，包括最后在福音书记载他的显现，跟耶稣一起在应许之地。
我觉得有太多宝贵的功课是让我们学习，更重要，我希望让我们从实体版的记载这样完整的三个阶段，再包括我们现在在距离新约2000年左右之后，我们再来用现在的眼光来看的时候，更能够帮助我们用一个永生属灵的眼光来看事物，好，用信心回来回应，看见关键。弟兄姐妹，各位亲爱的兄姐，我们现在有看到神让我们看到了吗？我们现在到底看到了些什么？还是看世界吗？还是看神放我们在教会当中，放我们在我们的环境当中、处境当中，可以怎么样学习摩西，是为人谦和，为神的全家尽忠，或是在教会中可以怎么样摆上服事，去学习团队侍奉，去学习门徒的带领、传承，让屏东圣教会哦，我们将来教会有自己的 logo， 下次秀，到时候下次秀我们自己的 logo， 让屏东圣教会真的在这个世代，在屏东可以成为神荣耀美好的见证哦。所以今天很感谢，也希望透过今天的课程，所有弟兄姐妹，我们有信心的站起来回应神哦，不是叫你们各位站起来，我说我们要起来回应神。属灵信心站起来了哦，去回应神，让神让我们看到的，或许就是神要使用我们，如同使用摩西在那个破口一样，好不好？好，最后请大家背这两节经文，很短，但是是很宝贵。摩西的特质也是神重用他，也希望成为我们生命的特质。两节，好。有没有一位要一两位要简单的就今天学习到的有一些回应分享的？叶元姐有没有比较正面一点？开玩笑，叶元姐很正面啊，是我们吸奶三以后你就会知道，真的哈、哦。我很想这辈子去圣地，要希望有机会。上帝真的对耶摩西的操练，然后为什么以色列会那么的背离？其实是连值得怜悯的。要是我们搞不好比那时候以色列人更坏了，真的。真的，我们会更坏。好，所以去过圣地的兄姐都觉得那是3D 的圣经啊，很宝贵。哎，工商服务一下，教会买了一套。介绍圣经史地人物文化背景，有影片，有旁白，把整个还原 DVD 已经刚到哦。今天小也会跟小组长报告，哎，你们可以找时间，如果小组有穿插一小部分，每次看个10分钟、20分钟都是很宝贵。所以刚刚讲3D， 那真的是我自己都很想去啊。所以玉梅姐讲，我一点都不意外。我也听很多回来分享，都是你去了就觉得以色列人算好的了，他们算爱神的了。我们的话早就不知道什么样的这个。好，还有最后一位，讲了那么久，有没有一点点听到一点点的可以回应分享的？哎，欧巴，我就讲一下，我们今天有谈论到说，为什么神要拣选摩西？我想说，因为除了摩西有非他莫属，对，他有除了他谦和之外。他有很多条件，其实这都是神的安排。对。那在为什么皇宫他会杀死他？神要让他流浪到缅甸放牧，在那边经历40年的熟悉那边的地形，以后他好带埃及人出来。他们在那边弄了40年，他如果不在那边地形全部熟悉，可能每天都要迷路。对。他在那边也弄了40年，他住了40年。他等于是他的家，好像他的希望是、啊、而且他为什么又选他回埃及？他熟悉皇宫的一些的作业，他虽然口才不好，为什么他直接拣选亚伦？他口才好，他就说他需要要拣选摩西再选亚伦来协助，是因为他熟悉皇宫的一些的作业，他就很熟，他跟法老对话，他熟，没错，所以这都是神的安排，感谢主。谢谢欧巴，
欧爸站起来分享也是神美好的安排，让我们看到各位兄姐可以踊跃起来分享。所以你看，圣经讲的是真的，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那些人。所以这是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期望跟目标。圣经讲凡事谢恩呢，难不难？难。难啊！摩西去从王子变牧羊人，变仆人，很难。但是做到这样的领域境界，才是神要使用重用的人，哦，也是成为我们一同的学习。好，最后哪一位兄姐来帮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赶快被神使用啊，各位！好，玉元姐来。你被我三下而乐你，因为你的拣选，我才做你的礼物。主啊，我来到你的面前来学习摩西谦卑用心的陷阱，让我会当伫服侍顶面学着伊安尼完全的诶，互你使用的实在。主啊，帮助阮每一个人，伫经过啊。安尼课程完了后，更加了解，阮每一天拢爱思想，伫天顶的代志比伫地面上的代志搁较重要。我感谢你，啊，伫这段时间，我嘛感谢啊，阮的牧养的团队，啊，阮的团队者，啊，每一个礼拜，啊，用你的啊话语，加做米牛来养饲阮，互阮一天一天的成长。主啊，阮知影你的话是阮啊。路上的灯，路上的光，啊，脚前的灯，主啊，你着予阮啊，行着这条啊真理的道路，永远袂亚生。你嘛祝福啊，阮的团队人啊，伫这段服侍时间，虽然有压力，虽然有啊真侪的声音，不过你予阮渐渐成做一个合心啊，同心合意的团队，予阮伫遮成做一个啊灯塔啊。做这个社区的平平台，互阮真侪啊，带人来认捌你的人，主啊，感谢阿乐你啊，阮的课程将要结束啊，就着安尼感谢啊，阮个所有荣耀拢归伫天顶的阿爸父上面，感谢祈祷，奉特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